世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演员，像我从小也是看他演戏嘛，哦，演技真好啊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坏习惯哦，让他几年前历经了9个小时的手术，他说命都差点没了。对，你知道寇世勋，我想大家都认识他。然后呢，他其实演了非常多部脍炙人口的那个剧嘛，对，像是《橘子红》啊，想说大家都有看过。然后因为他的演技真的很厉害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老戏骨。那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平常就是之前我们现在看他其实是健健康康的样子啊，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他曾经呢也因为他的那个内颈动脉就是阻塞，然后呢开了9个小时的那个手术。对，那其实在以前他是在大陆拍戏，那你知道大陆拍戏呢饮食呢就比较重咸重油，再加上世勋哥很喜欢吃肉，所以呢他美食当前呢他其实就是又咸又油啊，然后肉啊就大快朵颐的这样子吃。那吃久之后呢，再加上因为工作关系常常日夜颠倒啊，所以作息不正常，然后压力大，所以他的健康就亮起了红灯。而且他有一个坏习惯，他自己都说是坏习惯，就是他怕影响到别人，因为啊，你喝水就要上厕所，大家剧组就要停，是他就干脆不喝。对，他要坦言说他在拍戏的过程中的这个坏习惯就是不喝水。其实我能懂，因为你要让大家等你，或者你一泡尿在那边，所以呢，其实我自己也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不喝水，然后爱憋尿的问题。但现在因为这样子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身体，所以那个世勋哥他也觉得说他这个因为经过那个手术之后呢，他就开始的要有健康养生的生活。那你知道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一天呢他就是睡然后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的右半边脸呢就是左半边脸开始有点僵硬，然后呢大舌头，后来呢去医院检查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的左边是面瘫的，就是有点脸瘫的感觉。一开始他觉得说好像没有关系，他还出门哦，出门回到家之后呢，他发现呢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，所以家人就把他送去医院。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他是内颈动脉阻塞，一开始他以为只是小中风，但是没有这么简单。那因为这个内颈动脉阻塞，所以他就开刀嘛，就是事后呢安排开刀，开了9个小时，终于捡回一命。然后你知道吗，在鬼门关前走一回之后呢，就会开始觉得活着是感恩的，所以他的生活就变得很养生，就开始运动啦，重训啊，打篮球啊，爬楼梯，而且现在拍戏呢他绝对会把水壶带在身上，就随时补充水分。但是他自己又有分享说他很喜欢洗冷水澡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一天可以洗很多次。但我也不知道这样子是对的还是错的。好，我们待会来请教专家这到底对不对。开始先跟我们讲内颈动脉阻塞。内颈动脉是什么？我们说内颈动脉，我们看那个解剖那个图，我们内颈动脉是刚才跟他讲的那个外颈动脉是不一样。里面这一条，我们看这个内颈动脉是我们在做颈动脉超音波里面很容易看到的，因为外颈动脉跟脸那边有关系，会头痛啊，头皮。可是大家看到内颈动脉往这里会走到这个微粒式循环，这里跟中大脑动脉、前大脑动脉，这都跟我们手脚有没有力气有关系。所以中风马上是口脸歪斜，这个内颈动脉就是一个起头。起头的地方塞住，很容易从我们外面，我们要进到脑袋看不容易，但是万事都是起头，都是从低基层做起，从这里开始有问题，你就可以想象这里面不会太好。所以像寇世勋大哥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内颈动脉本身它供应的就是脑内这边的主要的动脉，所以内颈动脉我们在做颈动脉超音波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内膜加中膜的厚度。我们常常讲血管年龄就是内膜加中膜，就是 1.0 毫米。如果你的年龄除以100加 0.3， 70岁的人就是70除以100 0.7 加 0.3， 就是 1.0 毫米。如果超过 1.0 毫米，你内颈动脉超音波颈动脉的壁超过 1.0 以上，就表示你的血管年龄变差了，开始产生斑块。你别忘了，产生斑块以后它会产生其他的冠状动脉的斑块6倍以上，其他的血管会有3倍的血管阻塞。假设你被做起来，哇，内颈动脉已经有斑块了，那你要代表你其他的血管有6倍的阻塞几率。我们常常跟病人讲说，哦，这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病人都跟你讲说，活够了，说啊，我骨气细细耶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像寇大哥这种没戏啦，但是都半条命，所以能及早预防还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常叫大家，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检查颈动脉超音波很重要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大脑的话，丁主任很熟悉哦，但到底大脑哪里受伤的时候，分别会产生哪一些不正常的状况出来？其实像刚刚讲微粒式循环，那就是让我们整个的脑子左边的血管、右边的血管全部都可以合在一起。可是呢，万一有一个地方有特别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补充。对。但是呢，万一有一些细小的血管，尤其是前大脑动脉，前大脑动脉是在这个地方，大概是在
这边底部的地方，然后一直一路上来，我们这边比较看不太清楚，里面哈有很多所谓的新生脑，新生脑包含呼吸、心跳、血压，甚至体温，都是由他们来负责的。可是他们的血管非常非常细，是有的时候像毛发一样细，所以当我们有一点点小的阻塞的时候，就产生，尤其是什么水分摄取不足的时候，对，那当你看我们水管里面没水，我们是不是马达就拼命打，血压高起来。你讲了一个我觉得我想会蛮奇怪，你说如果赌百分之百，有些地方赌百分之百你反而不怕，你比较怕他赌百分之九十跟九十五，为什么九十跟九十五不是差哪里？对啊，因为百分之百的时候就是整条会堵，那他的血管是完全不会动的。那不会动的话，我们不会有一些小的那种斑块，刚刚康医师所讲的那种斑块被打到脑子里面去，也就是说全部都不会动，对，没错，所以不怕出事。可是如果95%或者90%的时候，它有路可以过，那个就像我们的那个河流哈，当它那个水分太多的时候就泛滥了嘛。那血管的话哈，它水太多又把旁边的那些斑块啊什么东西冲到脑子里面去，是就中风了。所以如果以脑部来讲的话，像他有点大舌头，可能影响到语言啊，对对对，甚至有人听觉嗅觉都有影响。是是是，这个地方哈就是我们所谓的语言区。对，那这个语言区的话哈，包含运动跟感觉。是，语言区分成两个部分，一种叫做运动，就是说话，说话大舌头的时候大概是比较偏前面，那如果说听有问题的时候大概比较偏后面。那像这种听觉啦等等等等，也是都是在这个所谓的地方。对，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我在猜测它应该是可能或许大概中大脑动脉应该有一些状况。OK， 好，那康医师像刚提到的说他洗冷水澡，对，这个冷水澡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到底夏天真的很热啊，就会想冲凉。对，其实冷水澡不是不能啊，如果你从以前到现在你都已经习惯了，夏天也洗冬天也洗，夏天洗以外你冬天也洗过了，那当然没问题。最怕的我们还是在我们身体里面，大家知道我们身体的温度适应外面，我们有核心体温，我们身体散热靠着眼脑的体温调节中枢，还要传导对流辐射蒸发，把你的这些散掉。所以当你洗冷水澡的时候，突然你洗冷水澡这件事情，大家以为洗冷水澡很凉爽，可是身体要迅速去调节这个温度，造成身体一个很大的困。那我怎么知道我适不适合洗冷水澡？我是不是够用？对，如果你洗了以后，你就身体不是很舒服。那你要立刻停止啊！嘿，已经没呼啊！不不，有，那你可以赶快，可以，但是因为我们身体反应很快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们身体如果被针刺到一下，我们就丢起来。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哎，进去的时候先用室温，再慢慢的试。对，我们会建议，如果你没有洗冷水澡经验，先用常温的水，常温水慢慢加热，再回到冷，你可以多冷都可以，就常温变热。再变冷，先热你可以先变热，再变凉，你会很舒服，因为你希望凉嘛。但是你慢慢变温的，然后再慢慢变冷也可以，你不一定那么热。但先让自己身体整个都冲过以后，比较适应这个环境，才这样子，不要让自己一下就冷水，这就很大的刺激，斑块会掉落。好，那么在夏天养护心血管的料理，我们请到了雷师傅。雷师傅，最近真的好热哎。我今天要做这一道呢，就是吃了之后吃比不吃还凉的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假冰吗？不是啊，和风轻于拌芦笋，然后吃得很清爽哦。那今天准备的食材很简单的，就是那芦笋的部分，我们把它烫起来，稍微就给它冰镇。而且大家看一下哦，雷师傅不是直接吃冰，他是让芦笋吃冰，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吃冰，其实我们的心血管可能会受不了，所以他是让芦笋冰镇，而不是你自己把冰块吞进去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要准备的青鱼的部分哦，也是季节时令的这个食材啊，我们就把它放在锅子里面呢，干煎啊，先不加任何的一滴油，把它放进去呢，先把这个好的油脂给逼出来哦。那另外呢，我在其他食材的部分呢，我有准备了番茄跟木耳的部分，那调味料也是用很简单哦，就是香蒜油。那昆布酱油跟味淋这样子而已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所以是算夏天的前菜吗？对啊，它其实就是夏天的一个凉拌菜啦。那其实像木耳的部分呢，它也是非常非常的爽口，对，脆口又好吃。所以你是烫过？这就是我们用干的会比较脆。OK。所以呢，就把它用水泡发过后呢，稍微就给它穿烫一下。OK。烫完之后一样冰镇就 OK 了。对。那现在有很多卖新鲜木耳哎，你做这一道你是建议用干的木耳比较脆是不是？其实呢都可以，但新鲜木耳的部分呢是
第一个，它吃起来的比较没有那种这种晒干的木耳的弹性脆度。那第二个呢，香味会比较没有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用热炒拌炒的话呢，其实新鲜木耳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啦。对，以里这一道看起来啊，真的没什么食材，所以都是精挑细选哦，精挑细选护心哦。对，其实这一道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青鱼啦，因为青鱼我们在讲说预防心血管疾病，我们一周啦，大概以女生的手掌大，大概至少要吃到2到3个手掌的这个所谓的小型的鱼。那小型鱼里面又像青鱼、秋刀鱼，就 Omega 3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那黑木耳大家知道它就是最高纤嘛，高纤可以带走你的油脂嘛。但我今天要特别讲的是芦笋。芦笋、因为芦笋虽然说它的价钱稍微贵一点，但它芦笋里面有个很重要，我们当在预防心血管疾病里面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所谓的叶酸、那叶酸尤其像叶酸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它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时候是特别有帮助的、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芦笋，因为叶酸我们怕所谓的高温，所以雷师傅今天阿用的方法是用冰镇。对，那冰镇的话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叶酸、所以也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因为早期很多人说叶酸是孕妇要吃的，对，可是三高也是非常需要叶酸的、尤其是刚刚我们两位医生提到，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是属于就是喜欢喝酒的、那喝酒的话 B 群容易流失，叶酸也容易流失，这时候我们这一道的话就可以再就是做一个补充，这样子、非常好。好，那是不是你的那个芦笋啊、对，买回来之后你是稍微烫，大概烫多久让它那个脆感？15秒。哦，这么快、对，15秒把它烫完之后呢，那就把它呢去给它做一个冰镇，就直接进冰水。对，因为其实哦，15秒呢，我们最主要是说芦笋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，知道吗？就是呢，让烫过之后，让纤维呢去做软化。那第二个就后面有的好粗哦。对，那第二个就是说呢，我们把它烫过之后呢，它那个鲜味呢比较会不会有？所以呢，我们把它烫过之后呢，其实这样子呢就很方便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金鱼的部分呢，我们是不是没有放任何一滴油？对，把它煎出就有油了吗？油脂就出来，就香味就出来了啊、那接下来我们把番茄的部分把它放进去，是，好，把所以这道真的很简单，对，木耳跟芦笋中穿烫，其实也可以加上以里刚提到的小黄瓜那些瓜类哦，是啊，增加钾离子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把调味料的部分哦，大家在调这调味料，如果是做这种油醋型的调味料呢。油一定是最后才放哦，因为你如果油放下去之后呢，味道是不会进去的哦。了解，它包住了，它包住了，所以呢，酱的部分，酱色部分先放，放进去之后呢，它酱色很漂亮。可是为什么你鱼还没放？鱼的话最后我们还是让它慢慢在锅子里面熟成一下，那把油慢慢逼出来那第二个呢，我把这个味淋把它放进去，把它放进去之后呢，酱油味淋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才把这个金鱼的部分呢，放进去，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开始拌它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香蒜油还没有放进去嘛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呢拌匀，好，让它拌匀，让它稍微呢在锅子里面呢冷却一下，好，让它稍微冷静一下呢，就味道呢会更好一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香蒜油的部分呢加进去，然后再撒上芝麻，还有柴鱼，对，这一道就完成喽。推荐这道和风青鱼拌芦笋给你，新鲜的青鱼搭配芦笋，凉拌调味后即可食用。清凉解暑，快速上桌，吃美食也能降胆固醇哦。广告之后来看六大族群的喝水技巧，还有夏天大家都穿短裤短裙，也要观察你的脚跟你的心血管有关。马上回来。喜欢健康2.0吗？一定是非常喜欢吧。那么，请大家在健康2.0的 YouTube 上面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讯息，你就可以接收到喽。